个 project， 一个是介绍俄亥俄州立大学，一个是介绍哥伦布。这两个 project 我觉得可以，如果有从中国来哥伦布，从中国来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学习的同学，可以把这个作为材料，然后让他的父母看，让同学们看。所以我非常非常期待同学们今天的介绍。好了，我就不说了，不多说了。哪一组先来？是俄亥俄州立大学那组先来呢，还是那个哥伦布那组先来？同学们自己商量，然后可以用这个 clicker， 好不好？好啦。好，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到哥伦布。今天我给你们介绍一下我的城市哥伦布。哥伦布是俄亥俄的首府，也是美国的第十四大城市。去哥伦布很容易，不大不小。哥伦布是一个非常方便的城市，有很多有趣的地方，在哥伦布市内有很多美味的餐馆，也有很多有趣的酒吧。哥伦布有很好的图书馆。哥伦布市图书馆是很有意思，很美，有很多书，很多电影，是读书的很好的地方。哥伦布市内也有俄亥俄剧院，俄亥俄剧院是很幻想的地方，你想请你的女男朋友是很好的地方。哥伦布有法伦克林公园。是很美的公园，有很多漂亮的花，是带客人住的好地方，学生在哥伦布有很多选择，哥伦布有俄亥俄州立大学，是很大很有名的大学，不过有贵一点，不过如果学生想要升迁，可以先上哥伦布社区大学，然后上俄亥俄州立大学，很经济。哥伦布有一个国际飞机场，哥伦布国际机场其实很方便的飞机场，去飞机场接客人很容易，因为从哥伦布市内
到那儿不远，去飞机场很不难，离开飞机场也很容易，所以哥伦布国际飞机场是非常方便的飞机场。好啊，现在我让我的同学继续介绍哥伦布。大家好，刚才说的哥伦布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可以去玩、去旅行和，然后也你在这住的话，你也可以可能需要出去买东西等等，所以如果你有中国驾照的话，你也然后在这里住了不到一年的话，也可能可以开车。但你来的之前，最好跟和当地的机动车辆管理局练习一下，然后确定你可以在这里开车。如果你想租车的话，这里哥伦布有一些不同的公司，就Alamo Enterprise、Hertz 和 Portugal。这前面三个一天的价格可能在20-60美元之间，所以有一点贵，但是 Portugal 比较小，也可能比较方便，但是更贵。如果你不想开车的话，也可以打车。哥伦布有这个黄色的出租车，如果你可以在网上找车，或者在手机上下载他们的 app， 也可以打这个电话号码来打车。你可以用优步或者 Lyft。但是这些都可能有一点贵，如果你在这里住不长的时间，或者只来旅行一下，那可能会很方便。但是如果你要长期住的话，可能比较好的办法是买车。你可以买新车，但是那也比较贵，所以如果你想买二手车的话，你可以自己找，或者在网上找，可能最好的网站找二手车可能是 Craigslist。但是如果你要买二手车，你要注意，你去看车的时候问他们有没有汽车标题，因为如果没有的话，可能会很麻烦，就不要买。如果你不能开车的话，你可以坐公交系统。哥伦布的公交车叫 Coda， 他们的网站就是这个 Coda.com。你可以在网，他们也有那个手机 app， 你可以在这里找，就是你在哪儿，然后你要去哪儿，他们就会告诉你，你附近有什么公交车站，然后坐哪一条路到你想去的地方。可是好像
一旦做出来一次就是就要画价格是2美元。你还可以在网上找时刻表，可是可以看，如果可以看你想去的地方，你能坐哪条路。如果你有，我还有州立大学的校园卡，你可以刷卡，像中国可以办公交卡，这个也可以办公交卡，但是不是特别方便，因为比较贵，然后有时候你想去的地方你不能坐车。但是如果你有校园卡的话，那比较便宜，就是好办法。可是在这里可以看，花2美元，在中国差不多14块钱。所以如果你能开车的话，就可能是最好的办法。现在高雷琴接着说。大家好，现在你知道怎么走，可是你要去哪里？比方说你忘了买衣服，所以你可以去买东西。在哥伦布独立设计师在美国排名第三，Express、L Brands、Abercrombie Fitch 的总部都在哥伦布，所以大型购物中心里都有这些家。在哥伦布有两家。购物中心，这是 Easton， 这就是 Claire's， 这家店都有名牌店，比方说 Nike、Coach、Abercrombie 等等，在购物中心。在美国的价格比在中国的价格更便宜，不但买东西，而且可以吃饭、去看电影，所以很多的学生喜欢跟朋友在一天内一起去吃饭、看电影，然后去买东西。虽然你不可以讨价。购物中心的店，常常有优惠活动，特别是感恩节第二天，可是在美国的折扣跟在中国的折扣不一样。在美国打几折的意思不是你付30%，30%，打七折的意思是你只需要付30%。
很多的人也喜欢去 Short North， 因为 Short North 有很多的很有特色的小店，很有特色的小店，都有独立设计师的衣服，所以他们的衣服是最显示款式的。如果衣服买完了，再点就不会再买的，再卖的。Short North， 对不起 ，High Street 也有很多的特别好吃的饭馆，所以很多的学生喜欢跟朋友们一起去吃饭和买东西。High Street 离儿童大学到Lee Street 不太远，所以开车、坐车、走路都可以。在购物中心，从大学到购物中心差不多20分钟，所以坐车，大车、大 Uber， 都可以。可是开车最方便，要不然你花很多时间坐车。再说你卖衣服的时候，如果你回家发现衣服太大了，还是或者太小了，换衣服没问题。你在支票上有换衣服的规矩，因为哥伦布的亚洲人口很多，哥伦布有很多的亚洲超市，最有名的是 Cam 的中文名字是花旗，别的超市是 Tenskey Market 和 Asian Grocery 等等。超市离俄亥俄州离大学不太远，所以开车、走路都可以。对不起。亚洲超市对中国学生很重要，因为比方说你要过中国节，或者做中国菜，特别菜的材料，都在买到，美国超市找不到。在亚洲超市，在亚洲超市，商店常常会说中文，所以如果你不知道英文的意思是什么，没问题。要是你要尝试美国菜 ，Kroger 和 Giant Eagle 是最好的。也有会员卡。会员
卡，你可以省钱，还有加油的时候也可以省钱。你在上网办 Kroger Plus Card， 可是你得去在一个店里办卡。办卡的时候，现金费而没有现金费之类的。可是你需要用身份证、电话、电子邮件。或者学员卡，如果你去在帝国或者 Kroger 买东西的时候忘带了你的卡，也没关系，商店店员可以用你的名字或者你的手机电话号码，找你的卡。谢谢大家。现在你知道，哥伦布有很多店，哥伦布也有很多的观光胜地，今天我介绍，给你们介绍，一下哥伦布美术馆、科技馆和动物馆和水族。动物园和手术馆，哥伦布美术馆是俄亥俄州第一正式美术馆，在美术馆里面，有很多的十九技师。二十世纪和现代的西方艺术家的作品，这个美术馆的特色是俄亥俄艺术家的作品，最近美术馆进行了建立，现在展览会比以前更大，外面还有一个小雕塑馆园，美术馆有收集有客人可以用收集听到艺术品的历史。星期日门票免费，其他的时候。
门票在5到14美元之间，特别展览会的门票在11到20美元之间。哥伦布的特质叫 COSI， 全的名字是 Center for Science and Industry， 是科学和产业的中心的意思。COSI 的展览包括天空、海洋和产业的历史。COSI 很有名，因为展览很大，也因为他们有很多的教育活动。在俄亥俄，学校让学生到 COSI 参观，喜欢他们禅上对，希望他们对科学禅上兴趣。COSI 离市中心区很近，可是没有公交直接到 COSI 去。普通门票COSI 的普通门票在15到20美元，可是参观天文馆和看电影贵一点儿。哥伦布的动物园和水族馆也很有名，因为动物园很大，也有很多的动物，包括动物保护活动。在动物园游客可以看800个鱼种，很多的。动物园里有几个园区，一个园区有每个园区有一个主题，譬如非洲中心，可以是非洲的动物，在冬天，动物园有很多的灯，非常漂亮。游客在晚上来看一看。送俄亥俄州立大学到
动物园，有公交，可是要坐很长，我还注意到什么？很长，你是不是在这？你可以看，所以你要到动物园去你应该可以吃大只。现在我们同学好。
今天我给你们介绍一下校园卡。俄亥俄州立大学的校园卡叫包盖蒂，因为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学生叫 Buckeyes， 校园卡是身份证，所以学生叫 Buckeyes， 身份证 Buckeyes。你在新生新生报道会你能帮新校园卡帮巴凯利办公室在 Ohio Union 三楼你的名字照片和你的名字照片和身份证号码在校园卡上大概比很容易你可以能你可以能在很多的地方用校园卡，比如一些俄亥俄州立大学的体育馆、图书馆和宿舍，俄亥俄州立大学的体育馆叫RPAC， 你可以能你可以在 RPAC 去跑步，你假如你想你想在 RPAC 去跑步，你就得刷你的校园卡，在图书馆你也可以用校园卡接取你也你也可以用校园卡打印，网上是一点钟，在18街图书馆，你就得用你的校友卡，因为所以你能进入，因为18街图书馆开放每天开放24小时，你也用校园你也在宿舍用校园卡，每当你一个宿舍楼刷你的校园卡，你也用校园卡在加入你的宿舍，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学生都坐哥伦布的公共汽车，哥伦布的公共汽车叫 CODA， CODA 有很好
因为我觉得因为你能看哥伦布的很多风景。如果你住在校园里，你可以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市场。俄亥俄州立大学有二十个市场。我觉得食堂的饭菜很新鲜，食堂很卫生。俄亥俄州立大学有三个三十机构。我三十机构都很方便，不算贵。假如你不想吃校园里吃饭了，你可以你可以吃你可以校园外吃许多不同美食，校园外用美国饭墨西哥饭和中国饭和印度饭，如果你没有钱，你可以吃校园里，俄亥俄州立大学有三种饭馆，叫Traditions， 咖啡店和食堂。Traditions 有在 Traditions 有饭菜，自助不是，Traditions 有冷热菜，咖啡店买咖啡、茶和冷菜，食堂买冷热菜和一些食物，谢谢客人姐姐说话。大家好，我今天给你们介绍一下俄亥俄州立大学的运动。俄亥俄州立大学的运动队都很有名。俄亥俄州立大学的最有名的运动队是我们的橄榄球队。他们在俄亥俄州立体育馆打橄榄球。俄亥俄
这里体育馆是美国第三大的体育馆，那里可以容纳10万多人。很多人觉得俄亥俄州立大学的橄榄球队是美国的最好的橄榄球队。俄亥俄州立，我们的橄榄球队2014年赢得了冠军。今年我们的排球队赢得了冠军，他们在俄亥俄州立体育馆的北边打排球，我们的排球队非常好，他们今年赢得了冠军，他们去年也赢得了冠军，很多人觉得他们明年也会赢得了。在排球体育馆的西北边，有篮球和跟冰球的体育馆。我们的篮球队不好，但是他们很有意思。我们的冰球队不错，他们也很有意思。冰球体育馆可以容纳18000人。我们的足球队、棒球队和网球队都在冰球体育馆打球，他们都不错，也很有意思，但是他们不太有名。如果你想看俄亥俄州立大学的比赛，没问题，很多的比赛是免费的，学生可以出示他们的校园卡，但是校外的人需要买票，但是如果你想看，如果学生想看一场橄榄球队或者一场篮球比赛，学生需要买票。如果你想做运动也没问题。俄亥俄州立大学的校园有3个排球场、3个篮球场和1个很大的足球场。学生也可以去，RPAC。如果你想在 RPAC 做运动，你需要刷你的校园卡。RPAC 是美国第二号的。RPAC 是非常好，也很漂亮。在 RPAC， 有排球场、篮球场、
也有健身器材，你可以在 iPad 跑步。如果你上街一周，你在 iPad 街。我结婚。对不起。大家好，俄亥俄州立大学，为学生，提供了广泛的学生组织，营造良好的学习环境，为学生在全球生活和工作做准备学生组织为学生提供许多活动包括成长领导力发展跨文化理解和社出参与的创作。学生组织也为学生提供促进的很好的结交新朋友研究表明参加俱乐部的学生在学校表现会更好俄亥俄州立大学有1300多个学生组织和俱乐部有学术俱乐部例如欧洲大中国
水生水水族联合会这是俄亥俄州立大学唯一一个得到中国大师认证的水生组织在这儿还有文化俱乐部例如俄亥俄州里中国本科水生会艺术俱乐部例如中国民友关心与团和中国协奏有艺术俱乐部俄亥俄州立在俄亥俄州立大学无论你有什么样清楚爱好你都能交到一个与相关的水手组织谢谢我们大家好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在俄亥俄州立大学有很多好的学习地方我真的很喜欢图书馆但还有其他地方可以学习一些地方是汤森图书馆十八届图书馆和生物科学图书馆汤森图书馆汤森图书馆在俄国的北边汤森图书馆有十一楼所以有很多学习地方汤森图书馆有很多电脑学生们可以用这个图书馆是我最喜欢的因为汤森图书馆在教学楼很方便当同学们这句图书馆他们都会摸一下他的头他的头带来好勇气在大舆论有没有专利吊上
大舆论也很淡，所以叫椅子很容易。在很漂亮风景如果你去图书馆，你必须去十一楼所以因为十一楼很安静。十八街图书馆在欧洲的北边十八街图书馆是24小时开门所以这个图书馆很方便不过它很小所以我不经常去就是生物科学图书馆生物科学图书馆在 Webster 医院的北边生物科学图书馆里面没有很多人在读书不过它有院友拥有笑所以我也不经常去生物科学图书馆学习还有一些其他学习地方不是图书馆你可以去你的宿舍还有这里大学的宿舍有很多学习间不过就这点的时候如果你要去其他宿舍学习你不能刷你的校园卡不过宿舍间常常没有很多人所以我常常去宿舍学习 OK 还有一个说什么现在我们给你的建议和技巧第一如果你想开始你书友书友获得美国的家教第二马珍他同学这里这同学加油这里的每个人都很友好第三个第三在学院里加入俱乐部这是新朋友谢谢你